应该要拿出国啦。对啊，需要戴口罩，需要戴口罩哦。在你的包包啊，有什么？有什么东西可以？悠悠，你忘记东西对不对？赞呐！你的帽子。没有，你要跟。嘴巴，来来走，超帅，戴口罩。快点呐 ，Hello， 阿玉，你要有，拜拜。哎，超级姿势，不就？到底距离武器？最美丽的跳姿，不就？超快速的速度，不就？哇，这里太酷了！不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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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就。这里有很多，不就，人，不就，在这里，不就。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，不就。没错，然后现在我们搭着飞机，不就？啊，终于到马来西亚了。OK， 这需要走好长一段路才可以出来机场。大家都好累哦。然后大家都不知道要去哪里。哥，你怎么自己先走了？哦，到酒店哦。只是这里的大厅有点小就是了。上次去的大厅超大的，原来如此。但只是我觉得这一家比较棒哎，这是第一间去的饭店哎。对啊，好香哦，那个什么？听说这里的食物很好吃哦。真的吗？不，刚刚不是大厅，我看错了，这里才是大厅，14楼吧。所以刚才是1楼啊，我们就站在就坐在那边闲待着吧。悠悠，你在干嘛？他好像要去上厕所。房间超大的啦，我不要交给你，你看里面，等一下你拿一拿又搞丢了，真的，这是双人床，哎，为什么是三片？哦爷，终于找到房间了，令人拭目以待的。房间只能诚实说，这就是一般的房间，没什么变化。哦，只是在新加坡的饭店，然后电视都没有中文，无聊。对，没错，就这样。也有电视。你看，一直下去。也有风景。现在我们出外面了。刚才饭店就是那么一般，没办法说好，也没办法说不好，就是一般。接着我们要去卖很多吃的地方，卖点好康的。
但颜色有点不配啊。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，拿不出来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一没看错吧？嗯，帅气。那我要吃。大。大菜刀，大盘哦。这不是香菇吗？看起来真好吃。哎，是煎还是哦，看起来超好吃，黄金。有没有辣椒？我先喝了。还有肉。哎呦，你去哪里？我正在边。真香，真香。为什么？我等不等？而且它是猫山王的，是好的品种。哦，都买了好吃的。今天可以来笑一个，哎，不要用这个挡住，来笑，哎，不要，好好好，不要挡住哦。给了吗？光外国的夜市还比台湾好好几倍，都有榴莲可以吃，太爽。你还记得这叫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对了，啊，小心小心。其实我不太想要拍，管他的。小心
感觉他们眼睛都是闪闪发亮的。来人了，来人了。要不要买一点水果吧？先买一张。龙眼，对，这个叫什么？山竹，我山竹。哎，你们两个小朋友说什么？我先买一张，买到了。他们原本在第一个，他们准备要用，说那些小孩一直跑一直跑，所以海关的人就说，因为同团，然后我很开心，因为他们去做助手。上面是那个。你比较需要。你刚上。那个悠悠没有。那什么？那个是咖啡的。没有这样。咖啡。喝点好喝。我要吃早餐。要去哪？你把汤奶再把它拿。回家。家走。东西很多、哦。只是位置很远。你要那什么？那八个。
哦。好好，苹果叫做。来，走，我们下车。那请。说一下，给五分。好，这里是马来西亚，然后那个是马来貘。好，结束。嗯，我终于知道了，马来西亚的马来貘都有马啦。对，那就是其他只有这个，这里没有。比较常有这种饲料的，也快要死了。这。哎呀，这个很贵，你这样子就会不会帮，你知道然后为什么还在做？接受一下啊？你说什么？接受一下在地。接受一下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第一次来啊。你看到什么啊？我看到那些东西。可可。好，然后现在又在看你。嗯。又看你。哈哈哈。然后又看着看着看着看镜。这样子而已。后天就是我的生日，后天就是我的生日。阿勇生日快乐！所以什么生日礼物？啊，你要什么 ？Roblox。那我生日也要多少钱？800。啊，好啊，800块。是吗？800×30等于几？83×24。240。可以啊。你等一下，不是。
几呀、啊？不知道、啊。24.0元，800就是330，好，330。好，可以。嗯哼，好啊，你想要那个？好啊。800 Robux 就330元。好，我会还你钱的。没有，我送你，你不是要送我陌生的礼物吗？我什么要还？等你生日的时候再送吧，悠悠。对啊，因为到时候想 Roblox 对不对？也谢谢。好，再见。等。他说那个，因为没关系、啊。我生日礼物要4000R。哎、欸，不行，太贵。4000太贵。没有4000R，大概没有最多就800，我也不想浪费 Yuli 的钱。4000R，他还要盖房子、欸。1700元，没关系。你要去的时候时钟有 TV 找到东西。那假如还在嘞，还在的话，哎呦，就可以买啦。但只有到了没有？没有，不是。应该都装饰吧。Very nice nation, beautiful preparing place. Thank you. I won't like for so many. 叫他来这边坐，说这边有椅子可以坐。悠悠，坐这里。悠悠，坐这里。快点，快点！人家让你过去，你看看过来，那边有椅子可以坐，来，过来，不要，这个在哪里？这都是女生在带的，不会啊，你带着两个。最热的时候走吧。对，我其实衣服带的比较少，应该真的要买半。好吃吗？
感觉的吗？最直的像米花，但是应该是糯米吧。真的，我的口味爸妈都说我的第一名。Nah, setelah capek jalan seharian, nah bocil lagi makan es krim nih teman-teman. Karena cocok banget karena udaranya panas. Dan sampai di sini ya petualangan kita hari ini. Bye bye.